真的真的，那些人看起来真的是开心，我看了我很开心，阿姨本身感觉到很有满足感，很有成就感。那有时候真的，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做了一些很小的事情，不过真的是可以代表我们真的一个人。那么每两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就是拍卖会的活动。四年前我们有大概15个物品，老实说随便找的物品，都有很多很多的领导人支持，因为是真正的，真正不是那个物品，真正是那个意义，很多人支持。我们总共累积了120万，四年前在这个基金会。那么两年前我们也只有3个物品，再加上我自己本身那是屁股也拿出来的，多一个物品，4个物品，我们筹到了200万。再过几天呢，4月3号，我们将会在日本京都有一场精英领队的晚宴。当天的早上，当天非常充实哦，晚上有晚宴，早上有一个活动，什么活动？拍卖会活动。每两年一次，今年就来了。这一次有15个物品，这15个物品已经不是随便找了，这15个物品是因为非常非常的认真，或者说有人在因为里面非常的认真设计出来。而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讲，这15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15个都是 VV 的徽章，而 VV 的徽章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今天戴在我身上的这个徽章，在拍卖会的时候我们拍卖到的，单戴在我身上它值120万新币。实际上它也没有什么鬼，没有，不过在拍卖会拍到的这个东西价值120万。我是一个 VV 人，我带着这个东西，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骄傲。人家要摸到都不可以，碰到都不可以，只可以远远看。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是一个 VV 人，我带着 VV 人。这一次有15个，相信我，这15个我都想要。这15个我看了，我受不了，我要。4月3号，会是现场直播，你在 Facebook 也可以看到，你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看你们的领导人表演。我们来趁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15个非常的样子，去看。
稍微喜欢他的声音捧红一下，我的声音捧红一下。好，大概是这十五个，我们再一次给我们在背后设计这十五个的这些伟大的人一个掌声。那么在现场直播，拭目以待。那么今天我的责任很多，都知道说，很多人都知道说，因为2019年是他的第11年。过去10年，我们冲了10年，成绩算不错。那么第11年，我在很多文章也好，在一般上的我们的活动的报告也好，我都有提到 VV 的第一年。第11年就是 VV 的第一年，过去10年我们都在筹备。那么第一年我们做了很多动作，也很大的动作。在1月份的时候，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升了14位总监级的人物。那么，当然这14位年轻有为，男的帅，女的美，要同时升14位总监，不只是单靠嘴巴讲，公司要升一个人成为总监级，他肯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由此可见，这家公司真的，他的动作是在做筹备，筹备什么？筹备未来的5年，未来的10年。每个公司在不同的阶段都必须要有一些改变，因为改变是唯一永恒。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变，社会都在变，当然包括我们个人，我们都必须要变。变的意思就是成长的意思，进步的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一直在进步，世界在进步，你不进步你就在退步。公司要跟得上，我们个人也要跟得上。那么我们怎么，通常我们怎么选择？刚才主持人有讲说，哇，我们提拔人才啊什么，哎，我们到底要怎么才可以把一个人说他是一个人才？当然除了领导素质、努力、认真、态度要好，这些肯定是一些基本办事能力。当然这十四位到底有没有，我们先谈一谈。我个人看，而对我觉得个人很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讲，就是一个人的责任感。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责任感？当一个人给我一个任务的时候，当某一些人委托我做一件事情、办一件事情，我不会只是把它办好这么简单，我一定会把它办得超出他的预期，我肯定会超出他原本的标准。要是这件事情是让我来办，我不但会办好它，我会办，甚至会让它有所惊喜。这就是我觉得做东西的一些需要有的一些标准，不只是说哎，刚刚好的交代就好。不单要好，要快，而且必须要超出他的预期的标准。那天我在吉隆坡，早上我的家里的佣人就帮我买了包纳西罗曼。新加坡人都知道什么是纳西罗曼，椰浆派。纳西罗曼一开起来，纳西罗曼，我很喜欢吃纳西罗曼。第一口一吃下去，它的饭不好吃。那么椰浆饭有椰浆饭的味道，同意吗？都吃过纳西罗曼哈，一吃味道，白饭又不像白饭，椰浆饭又不像椰浆饭的那种，所以一般一般这样。我心里就想，为什么卖这个椰浆饭的人他可以允许他自己的饭是这样？我自己在想，为什么呢？他的工作，他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是哪些的吗？然后他可以允许他的饭是这样的？我不能理解。我大概猜他态度就是，你要吃就是，不要吃就算哦，我的生意就是这样哦，我做得好也是这样多人，我做不好也是这样多人。你看，一般人做生意就是这样，我不能理解这种生意。
我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如果要是我来做垃圾人吗，我一定是完全世界的垃圾人吗？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要标准。你要去吃看看别人的，为什么别人的是这么好吃？我一定会找最好的饭，我会make sure确保这个饭是世界第一的椰浆饭，里面的花生是最好吃的，里面的干河是最好吃的，里面那条鱼很容易吃，又不会咬住那个骨，里面的chicken wing一定是最好的，我一定去确保这样的东西嘛，对吧？生意，真的，你做得好，自然就生意一传十，十传百。但是你一好，我扩展，我也不会说把这个秘密收起来哈，这个是我的 recipe 哈，我的 secret recipe， 你要的话，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有某些东西你要给我钱，然后某些东西我不会跟你讲，我也不会这样啊。我们就坐下来谈谈，我什么鬼都可以给你嘛，你要多少你讲啊。你不要单打独斗，我们一起来把它做大。你看，我们做生意就是有这样的思想和态度。第一，产品先把它搞对，产品先给它把它搞成世界第一线，然后其他的我们再来讲态度怎么做它。你看，这个就是产品本身，这个就是责任。每一个人在不同部门，在不同的领域，他都有自己本身的个人责任感。这就是我所讲的。当我们的责任是要做好产品，我们把产品做得最好，而且让人家有惊喜。当我们的责任是要把这个制度做好，我们设计得很好，没有破绽，很完整，利益分配公道，让每个人开心。因为我的责任就是要设计制度。那么这样的生意有可能会失败吗？不可能，因为态度是正确的。尤其是这样的人，交代这样的事情，他有责任感。会把想要把事情做对的那颗心，想把事情做得超出人家的欲望的那个那个预期的那颗心，这是很重要的。而我希望我所讲的这十四位，我希望他们是这样，而我也相信他们是这样，而我也知道很快的时间，就算他们现在不是，很快的时间里面他们也会将会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从最底层开始，在预备做了很多年，最了解预备，最明白预备要的东西，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最爱的是预备。所以今天趁这样的机会，占用今天表扬大会一点时间，我需要顺便主持一场委任的仪式，邀请这几位部门之里面的分出来的一些副总监，那么请允许我，首先先邀请我们的行销部的副总监 Cherry Wong 上来。那么下一位也跟你们也是最重要的，我一再重复他说我会忘记讲他，不过他是在座里面，只要是组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发展部的副总监，也是负责新加坡的一个市场的艾顿苏。
为什么？因为这边我要讲多一点啊。那么还有一个，今天我要占用这个机会呢，啊，就是它可以算是 VV 的，不是算是，我要讲什么？它就是 VV 创办人。我一他开始创办 VV 的时候呢，他就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位，当时，他担任行销部总监的职位，当时，基本上 ，VV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组织包括行政，刚我们开始的时候，他做好的管货，要卖，要讲课。什么鬼都他说，到了今天，所有的一切，你们能够眼睛看到的 ，VV 的形象 ，VV 的品牌，包括甚至 VV 的业绩，都跟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这个人跟我配合了二十年。我是三强，每次都想说，哎，当组织出现问题，当市场出现问题，那我们的组织的人离开，最终最后跟你的人到底是谁？甚至于当整个公司都没有了，包括连公司都没有，平台都没有了，在你组织里面还有多少人肯跟你？这句话。我问过我自己本身，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到底还有多少人肯跟我？真的要我讲个数不出来，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肯定有一个，而那个人就是接下来要请他上台的我们新加坡的总经理，行销部的总监，包括今天他又升职了，也是最大的，没得再大的。我们的资深总监 ，Miss Claudio。一直都是如此。那么今年开始呢，有一些小小的更改，头几名的，尤其是第一名，在当天的那一场，第一名将会是在前面被表扬，最多也是三位。好，我发现到的效果真的是不错，感觉真的是好难，尤其是今天的这一场。今天的前面就是我的过后，会有两位。后面放在前面被表扬。今天的第一名是一位飞马六。No， 不是这样的反应。各位，你懂什么是飞马六？你要有六个支线，六个组织都有飞马，而这个飞马六。你这飞马，一个飞马的业绩要产生，一个飞马的业绩要多少？不是开玩笑的业绩，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整千万的业绩啊，才可以成为一个飞马。它有六个不同的线都有飞马，而这个飞马六不是普通的飞马六，这个飞马六的组织里面有八九十个飞马。
将近占领地的一半的。而最了不起的是，现在他的组织里面产生背叛，他都不知道，他也不认识，那才是真的成功。目前为止，他就是立为最成功的。事不宜迟，我小弟我这次报告2019年的 VWAY 领袖表扬大会新加坡站，现在正式开始，谢谢大家。
有很多人破人水，啊，好像我有时候放老公回家冲个凉，然后呢就下去什么，下去楼下喝咖啡，拿个币啊，拿个币过后呢，就跟那些朋友和那些老人家，那些就讲话聊天，就讲到我们的梦想。你知道他们讲什么话吗？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哎呀，不要发白日梦啦。OK， 人生吃多少，赚多少，是注定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哦，广东话讲一句，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OK， 不要去发白日梦，吃多少赚多少是注定的，有吗？有哈、哦。那个时候你觉得我会服气吗 ？No， 我觉得感觉到不是。哦，我们应该我还年轻，我应该可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什么？想什么？哇，下个礼拜有一个13亿的一个多奖金，对不对？我希望拿5毛钱1块钱去买一买，我写掉。啊，一中到的时候呢，我的梦想就成真了，有吗？有哈、哦。我们新加坡有500多万人口，然后呢，我也去排队去买，有时候排了2个小时，然后呢，排完的时候呢，时间到了，对一对，不是我，又不是我。有没有这个感觉？好，我很感恩，天也是蛮疼我的。我在29岁我就创业了，创业做一个小生意，然后我就很拼，拼了20多年，哎，不错嘞，我就有一辆自己的车，啊，还是一个这本车啦，不是比较豪华，还 OK 啦，有辆车。然后呢，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OK， 哎，很满意。然后买了一个很大间很大间的屋子，政府租屋。那个叫做Housing Board 加布，哇，蛮大件的，我感觉到不错了啊、哦，还不错，生活还 OK 的，弟弟，那就感觉到哎呀，够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吃多少赚多少是应该的。所以往往人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我的身体、啊、都是一个，我是一个糖尿病的，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人开始越来越弱了，越来越有大的问题了，就病了。啊，越来越多病，然后呢，病过后呢，生意就越来越失败了。开始有人要偷掉我的梦了，我的梦，想要卖掉我的车，想要卖掉我的屋子。所以你看，人不是你所想象中的，那个时候就没办法，然后就感恩了。我来到这个立威，这个立威公司这个产品改变了我的健康，啊，然后我的身体一天一天的健康。也给我看到一个商机，在这个里面，来说想的梦想，一个一个在呈现在我的前面。我现在我叫了一辆，也不错了，啊，也是一个蛮豪华的车，放在外面，那个叫劳斯莱斯 ，OK 吗 ？OK 好。那当然，我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很好的一个家庭，因为我们的家庭也。很支持我，支持我的太太，我的孩子 ，OK， 也我的家庭的那个经济也自由了。我也拿到我拥有一个很大间很大间的屋子，我在沙坡湾靠海的一个别墅。这个是瑞威所给到我的梦想。所以各位嘉宾、各位领导人，你想不想拿到你们的梦想？想好，每个人都想。很多人都想，只有这件瑞威，他可以给我拿到我们应该要拿的梦想。刚才老板讲了，产品第11年了，你们觉得好不好？这个产品，这样好的产品，这样好的一个制度，可以让大家拥有你们应该拥有的一个这个金钱在这里。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去认真、去认真的看待这间公司，好。我们往往人就是这样，给想要可是拿不到，给人家一家偷去偷去，啊，在立威，他真的是不一样。我做了立威7年了，给你问我懂不懂直销，我不懂 ，OK， 我很排斥直销。当我不懂的时候呢，我是因为我的经济的关系，我想要赚钱，我在这里我赚到了钱，可是我那时候不会做。以我们的 CMT 管理团队一直在支持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把我们弄得比较
好像跟着里面的步骤，一步一脚印去跟着他走，然后呢就开始去学习。我这个人很爱很好学的，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一定要学。好，我不懂，我不认识字，我不懂直销，我不懂华泰队，就是因为有这间公司瑞威公司在教导我，把我慢慢的可以在万人的舞台跟人家分享我的那些那个什么培训，也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也是一样，就是这个 VV 所有的 CMD 的好像我刚才我们的 Korea 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总经理嘛，还是经理，okay？ 所以我真的我有这位这样支持我的一个在后面，我不成功太快，对不对？我们是新加坡人，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这样厉害的一个Koleo 在我们的后面支持我们，你觉得你们的梦想拿得到吗？拿得到，真的拿得到，只要我们坚持 OK， 只要我们努力跟着里面的一步一脚印，我们100%做得到。我们不要厉害 OK， 自己觉得很厉害做自己的方法，没有，只有这个方法，只有这个公司所老板创办的那个 NDO 学习他，学他的文化到底怎样去做的。第二，跟着 VV 的脚步学那个 OBB， 就是我们的产品说明。然后呢，第三是我们的制度，简单的做，天天的做。哎，我今天做到了，就是 VV 给我。我真的是要向大家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谢谢你们。So， 各位来宾，各位领导人，各位三十七的伙伴，我谢谢你们，没有你们也没有我。OK，So，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我们把新加坡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分区了嘛，有印尼的，那天我正去印尼的表演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哇，印尼很强的，我还问 number one， 印度尼是 visa number one， 我们新加坡也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所以真的，我们是新加坡人，我们要把新加坡跟 Korea 一起，OK 好不好？所以我这么简单，我谢谢大家，感恩。再次热烈掌声恭喜 Team Pegasus Six David Yeo。她作为女力代表之一，在2018年更冲破万难，一举荣获 Reway 国际最具标榜的金鹿奖殊荣。各位来宾，各位 Reway 的伙伴们，让我们进行表扬 Team Elite Pegasus 5。直
来到 LUV 这样的一个平台已经几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认识 LUV， 相信 LUV， 从事 LUV， 跟随着 LUV 这样的一个平台，它可以让我找回我的自信，它可以让我越来越健康，它可以让我越来越多的朋友，它可以让我的家庭更和谐更和睦，它可以让我的思想开通，知识丰富。这家公司就叫做 LUV。 简单来讲， LUV 这个平台可以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好到什么地步？好到甚至让一个坏学生、家长烦恼的学生很想把他放进 LUV， 让他慢慢的变好。你们觉得好不好？好。这家 LUV 在这期间一路走来，老板以身作则，就是说这家公司为什么会这么棒，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以身作则，秉持着之前11年前 LUV 没有规模，几个人老板想创业的那份奋斗的热忱的坚强的那一个热忱，他保持到现在，而且会越来越汹涌。如今 LUV 的业绩已经达到所有直销公司为之一振，所有的直销公司想要成为 LUV 这间公司为榜样的公司。老板难得可贵的是，我们的总裁还是以11年前那一种热忱，那一种非常坚定的热忱，去把这个 LUV 越做越好。以这样的角度来说明，就是说今天的 LUV 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非常的高峰，但是我们的老板还是站在以你第一天进入 LUV